家好，我是立夏，新的一天又开始了，和我一起来享受一下园艺的乐趣吧。先去喂一下鹦鹉，饿坏喽，饿坏了吧，来，吃的来喽。不可以打架，一起吃，不要打架。哎呀，你们俩真的是，不要打架，你们俩不要打架，快点来吃。太坏了，要不给你们吃哦，给你们去摘点蔬菜来吃。好了啦，干什么，真的是，去给你们摘点青菜来哈。天太热，就是想吃蔬菜，是不是？来来来，不要打架，底下不是有吗，真的是太调皮了你们。看什么？不知道这是什么？这是镜头啊！要哎呀，糊了，往后一点，不要这么近。不是吃的，不要挡住喽！不是吃的，我出来，我出来，我出来。喂完了鸟，现在也去摘点蔬果给自己吃，又红了很多这个圣女果。哇，这个草莓又红了一个了，哦，喷红的，很诱人吧？嗯，好香，这个时候的草莓真的很香，很成熟了。还有这两个秋葵也已经很大了，现在可以把它给摘喽，让它的这个营养供给上面的这个小秋葵长。秋葵很好种哦。红的这个蓝莓都快摘完了，就剩最后一个了，也给它摘了去，要不然都会掉了。再来采收我最喜欢吃的这个圣女果，现在的这个圣女果真的是非常非常红，非常非常成熟喽。收了很多，大家看这个非常非常的大，现在来尝一下，看一下是不是比之前更甜喽。嗯，自己种的圣女果就是好吃，真的很甜很甜哦。